罗国华近几年参与过仁川亚运、十二强以及经典赛等多项国际赛事，不过他的职棒生涯并不顺遂。2012年开始在明尼苏达双城小联盟出赛，五年小联盟之旅多以后援身份出赛，最高层级来到 1A。2016年遭到双城队释出后，转战美国独立联盟发展。今年初打完经典赛后，加入日本独立联盟高知斗犬队，出赛19场，投了21局，防御率仅 0.86， 拿下9次救援成功，是球队的主力后援。罗国华希望延续好表现，在选秀会上取得理想顺位。